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伫伊爱得着，就是一世人徛伫伫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荣光，照亮伊的平安。今日来吟诗歌，信诗224，万军的主，至圣的厝。
监督这个大环经济循环，把阮台湾也变做一个新过独立的国家，把阮也看见一个青年因为个台湾愿意站出来，伊也付出因的时间、因的血汗，甚至因的性命来抵挡这个大环的进步。是愿意甲伊同在，保守伊所做的工，啊，照顾伊，收拾伊，大家拢平安。今日阮伫遮要敬拜你，上是阮遐下人，阮遐伫阮啊这边啊，人身体太慢，伫阮的亲人中，人人身体软弱的，自量甲伊同在，自力量甲伊同在，心存平安，伊是因，互咱得到健康的身躯。有疲劳心灵，从我克斯里的这个心内渐渐疲劳甲平安。我即个咧开始今日慈悲，因着你教阮同在，我们安心心，我们也是要相信，相信阮是阮的勇士力甲勇气的人来祈祷。阮伫天的地，在你的名上，你的高恩大，你的旨意在前，伫对面亲近对面。阮用一时间互我下面阮的高呼。尽管了下面保护的人，我去朝安如此，也希望他们这个看人，能够欢迎人工当中所有到达大家是阿弥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家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，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戚家己，这样了解是全力靠到天地的总管头，新的概念给你。就是你着三听，你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像咱过来看体育门，伫广州那边吼，体育门第十篇，体育门第十篇，十篇就七篇。上主是我的根，我的经典。上主是我的性命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着天叫我；虽然大风阵也包围，虽然对着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予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你会把我藏伫布边内。你会把我藏伫石板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求你叫我。我求求的声，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挑战你，求你唔通受气，管你的路步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父母若气煞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唔通照对着的心愿，把我交予因。我深信这项事。得信可上主。以上圣经是马太四章二三节到二五节，那么请你听听这首歌词。我来讲法，上帝话，听听是上帝话。耶稣到加利利各所在，
是因的会堂驾驶人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民间各款的病情。伊的名声传到弗里亚的各所在，人将所有的病人，就是邪神附身、娘神甲半身不遂的，不遂症，患着各款镜头甲看病情的人，拢带来伊家，伊就把因医好。有一大群人对家里的伊加坡里、亚罗萨岭、犹太甲约旦河东岸来客。所以要请陈浩一牧师来讲，伊所要讲题目是教会本质。